生日的人哦，你有一根头发。哎呦，耶，好安静的感觉。好静啊。太好了。你不觉得？我觉得老花。今天我们先来这边聚一下，这边是猫咪咖啡，看不到猫咪，但是有些很 old school 的东西。超级多，那就是集结了很多那种复古的东西，像那种灯。灯罩、商品，然后他们，因为他们的厕所非常非常 old school， 可是他真的就是保留他的旧有的样子，然后在里面翻新。但比方厕所啊、马桶，就是那种旁边还会提醒你说，因为他们很老旧啊什么的，不可以吃卫生纸啊什么的。所以这边其实有三个空间，这个是小小里面有个，对，里面还有个。像阅览室，但呢，就是比较少人，比方说一个人、两个人的。然后中间这边就是比较是，就是现在看我们的展区。然后第三个区域就是贩卖区，就是杂货区。我觉得它就是集结了一些。比较复古的，我觉得有可能是 vintage 的衣服，就是他的卖的杂货里面也有猫咪的东西，这样我们可以去看。其实我们因为是猫咪，对，哦，我们地毯也是喵咪的，对，哦，哇，超可爱的，哇，哦，这个衣服很不错，去哪里？去哪里？你看哦，他说这个是有 bug 的，欢迎试穿，不提供试穿，试套可以。如果试套了，不是就是试穿。啊，所以这边有衣服，有一些 vintage 的衣服。我们要买行李箱的意思，真的全都很 old school。对啊，而且就是它的色调我很喜欢，超 Q 的。你看还有点喵咪。好可爱，助轮镜子。哎，猫咪出来了，黑咪咪。哎呦，好可爱，它打翻。你这么可爱，你这么可爱。可以这样子啊，哎呀，嗯，啊，咪咪家已经有猫，还在这边撸猫。因为我们家猫很少这样，除了白娃娃。他要过去，他要开门，你要帮他开门。哎，第二届又来了，在地下，黑白你。但是他们是要锁起来吧？那如果这样怎么办？你们两个好可爱耶。另外一只也出来了，哎，白猫猫。另外一只也出来了，咪咪。不行不行，他是可以的吗？他自己开的。他们是故意锁起来的。什么？嗯。他说：“男的人，哎呦，哎呀，这个眼神，哎，他们两个很好朋友，黑白，他互相舔对方。”咪咪啊，三点多送上。好。